好的，现在玩的是 PoE 流亡暗道，然后今天好像没什么特别的。上次那个什么，那把剑我刷到，但是我没有转到这支账号，那就继续刷图啊。只有四张哎，越来越少有没有？嗯，哦 T7 熔岩之士。这张我都刷过，怎么好像感觉有打过？这最后应该是一只火海妖嘛？诶，诶，为什么要攻击一个穿墙？超痛！喂，唉，真的又死掉了！为什么要攻击一个穿墙？为什么中毒？我应该不怕中毒啊！冰冷伤。哇，欸，很痛欸。好，不要走那边，不要走那边，走别的地方。太恶心了。为什么它可以穿墙啊？熔岩之河。我的天雷蜘蛛可以穿吗？欸，可以耶，所以这个墙是装饰品哦。法术可以穿过去。哇，戳一下这么痛！啊，等我一下。哦，继续。哎，这个真的好扯哦，被晕得不要不要的，束缚腰带。为什么不是皮革腰带？如果是皮革腰带，我觉得超好的啊！而且只要三个就能换。束缚腰带可以换什么？呕吐吗？
咦，我这张有没有打过啊？我看一下，怎么好像打过。龙岩之势 T8， 哎 T7， 哎没有哎，没打过。问号，我觉得这张蛮眼熟的。喂，一条路啊。为什么这里还有怪？从哪儿跑出来的？还是我在打杂那的时候打的？好吧，不管。T7 啊，我怎么记成 T8？ 打起来像在打 T8 的图。哇，又来了！这个是在往前冲啊，可是往前冲感觉也是死欸，超恶心的。我又要死了，躲一下。开个门好了。骷髅探路啊！哇，又来了，这边总算不能穿墙了吧？诶，这是战火熊加奇塔佛都有啊。然后还会中毒，中毒是迟罪。深渊内要不要踩？先回去卖东西，这应该塞不下了吧？我觉得应该塞不下来。绕过去，先后面打一下再踩。
裂痕好像没办法，哎、欸，不是裂痕啊，那个什么深渊好像没办法看往哪个方向哦、喔。查那、欸，哇，为什么又查那？结果出一个纯净乐园，但我还剩几个门啊？不是，堕影牧场。我去把那个深渊踩掉了。欸，奇塔伯可以穿墙哦，他从那边跳过来吗？还是我想太多？这个坑穴蠕虫超恶心啊！我要死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坑穴蠕虫啊！这个放弃了。应该攻不过去了吧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是啥？绝望深渊？好吧，又要牺牲我的经验值了。欸，我为什么要把东西捡起来哦？捡起来再丢掉。突然想到，里面不能开传送门。捡东西捡上瘾了，这大镰刀根本是开 bug。这蝎子有时候也蛮扯的，哇！没事，有一次我遇到一只噬魂者蝎子，根本打不死，超扯！它会自己生小怪，然后什么，还会打我的召唤物恢复生命，完全打不死它。所以说，其实每只深渊怪都很扯，知道吗？啊，这次我觉得那个拿镰刀的特别扯啊！你怎么都不喷那个珠宝了？那个叫珠宝啊，不知道啊。那个叫什么？诶，珠宝，深渊的珠宝。
这只还好一点，只是它会战火回血。公子一没有那个镰刀那么高啊。真的觉得那个镰刀真的做坏、欸。极具。40%伤害。打深渊用的，我要这样换来换去吗？好像也不要啊。哇，什么东西？那什么东西打我？超痛！还好没死，我觉得我刚才血应该剩个位数。你为什么剩这一点点血，就是不把他打死？咦，结果这边才对哦，那另外一边是什么？不对不对，这边不对。这样我要绕一圈过去吗？还是两边都可以？我镰刀，两个哎。我要被砍一刀了。唉，超扯，符咒，所以我现在蜘蛛没有用。相通的哦。好 ，Go。目前还蛮安全的。我都还没有看过奇怪的东西伸出来。那个什么巫妖还是什么妖巫王，到现在都还没遇到啊，还是因为我打的图等级太低了，要等级高一点的才会有妖巫王。啊，时间拖越久才会出现，真的假的？在那边拖时间，太难了吧？妖巫王要拖时间，不能把它秒掉。我都把它秒掉，不秒掉我应该会死在那里。
居然是这样。剩三十秒就会出现，要撑到剩三十秒再打掉队哦。哇，但我这只有点难欸，头好痛，难不成又再练一只坦一点的吗？这也太难了吧，居然要撑到剩三十秒。对啊，越来越多啊，很恐怖咧。我妈的，我是不是跑错边了啊？这感觉往那边跑也是死啊，恐怖的熔岩之河。我一定要这样，很恐怖嘞！我嘞，有没有地方可以躲啊？欸，没事啊，我要去开门嘞！欸，我的巨石魔像死了，好，先撤退。我连魔像都撑不住。是还六个金色啊，这只不够惨啊，呵，没事没事，我躲柱子后面，唉，捡一只跑。躲柱子后面，哎，我先打 boss 好了，不然门不够。门不够，这只应该是火海妖啊，对，是他。冰海幽血。可以，还太远，不够，怎么还这么远？哦，跑掉了，这里，哇，痛！喂，又跑掉了。哦，搞定！长草遗迹，嘿，五尾楼哎，那是超多五尾楼的东西啊，捡。拿手套，又继续拾荒。我还有一张杂纳没打。
对，这张图也是蛮直的，可是我怎么觉得我打过？奇怪，剩七只，还要回去找吗？应该超远的，算了。还有一张杂纳哦，啊，不要捡了。该不会剩下在这里吧？堕雨牧场，好耶！哇，这是一个坏掉闸啊！妈的，坏掉闸啊！好扯哦！我出去再进来看会不会修好。啊，又，欸，没有，我第一次遇到坏掉的图啊，147耶，啊，应该没救。诶。喂，最后一个门，好啊，还是挂的，还我砸他，好吧，唉，好扯，哦 ，T7 神主居所。这边是不是都没怪啊？绕一圈，好吧，没有。哦，那怎么走掉？这样走好像不太好啊。楼梯。觉得我把这层走完再去楼梯好了。不然到时候又要回头。
啊，带回去哦。没事，刚好四只。没事，刚刚好。带回去了，真的很麻烦。我会卡住哦，需要帮帮忙。为什么走一走走到隔壁房间去了？然后我应该不能用那个号召啊，应该不会跟着过来，不然的话我就跑到亡灵大师旁边再号召就搞定了。觉得这张地形蛮复杂的欸，不适合练等。哦，两个金水，终于有污染器皿可以用了，超少遇到的啊，这应该是我第二颗污染器皿。个污染器皿搞得这么难拿，我的幽魂是快挂了，还是那是骷髅，我扣一半血。金水怪这么猛，旁边还有一个金水。外加一个裂痕，那我先把那个神主打掉，再去打裂痕好了。神主居所应该是住神主啊。你还没到、哦？到，超近。我看起来超近，实际上没有这样吗？这不是只隔了一道墙吗？不能让我直接过去。
开个门好了。这次完全没有洞可以放时空之门。其实应该有诶，但是我时空之门放上去，好像也没有技能栏可以放。人家不是说要增加技能栏吗？好像没有，还是只是普通人的猜测，不是官方的。这个应该是 boss 的，哪一只啊？哎，不对，这是那个什么大将阿卡丢陷阱的那一只。我突然想起来了，咦，这我有打过，怎么觉得好像打过？那丢陷阱那一只雷霆之死，那个在神主那边那个大将啊。神主居所不是住神主啊，居然是住这个家伙，跑来跑去我不敢靠近他欸，感觉会被他的陷阱砸死。无魔晶捡不起来，哦，回去采，咦，那啥来着？金水，跟，咦，跟那啥来着？突然又忘记了，深渊，好吧，奇怪，怎么都想不起来。那啥来着？反正有两个没采的。突然得了失忆症了，裂痕啊！哦，怎么那么难想？裂痕，贪婪，好吧。什么东西？他死了吗？我怎么听到咚咚咚咚咚，但是还有一堆效果在那边跑。哦，连结死。哦，又要踩了，觉得我会死在这里耶。先把枯骨招满。电的。电得很恶心耶、欸、我要去找手欸，冰的不是电，这附近有手啊，他没有把手也标一下，我、哦、好想归在里面哦，超安全，也都没有手啊，才200个手啊，我现在才几个啊，忘记了。咦，抓肉，
雕塑系，提示哦，意志之手才拿了11个，这个也超难解，还是后面就开低等的图，然后开裂痕的杂纳这样，这样解会比较快吗？好吧，财力没那么雄厚。开场应该要两三息吧，我觉得。还是这次没有裂痕。我只记得没有复仇，其他就没有记了。31只、欸、应该都在这里了吧。欸，然后没有深渊欸。对啊，这张图好像没深渊欸。还是我不小心踩到没看到。喂，还有20只，还要找吗？喂，那你可以藏20只？好吧，我想不到哪里可以藏，就这样好了。打白的啊，我怕打不赢欸。那现在能量才3000多。哦 ,T10 恶咒铃木。而且我图还没开啊。先开一下。欸不对哦，这我是不是又打过了，黑石铃木是不是？嘿嘿，奇怪。欸不是不是，不同。黑石铃木那个是什么铃木来着？我查一下。铃木。嗯，古迹铃木哦。T7 的。这是另外一个。什么苦痛教主哦，苦痛教主就那一只嘛。有三个诅咒那一只。那都改名字了，谁认得啊？虽然我也忘记原本那张图叫什么名字了。地形看起来是一样的，然后名字不一样这样。可能翻译的人换人了。又是四具，四具尸体好像都一定要带回到他旁边，很麻烦耶。可以给我6具尸体的吗？喂 ，boss， 这我应该不用开门了吧？这只对远程来讲超弱的啊，就躲旁边一直招就好了嘛，不要被他那个喷到就没事。喂，你想干嘛？不要靠过来，那个喷的超痛，这招喷一堆黑黑的，
近战打这只超痛苦，那个喷的那招不知道什么伤害，非常的痛，又喷，然后他举起手来就喷嘛，我记得是这样啊，但是我每次看到举手的时候我都被喷到了，哦，搞定了，可以，就搞定了，被旁边的小怪打死。那个近战很难打，之前玩飞刃风暴也被这只玩的不要不要的，他会喷到差不多剩下那血皮了吧，他砍一刀就死了，他如果暴击的话被喷一下就死了，然后在他旁边，我记得还会被上三个诅咒，哪三个我没有记。好歹是张 T 十，把它打完好了。虽然是白土，但是你也可以掉一张图给我啊。尸体在这边。虽然我只是开白图，但是你可以掉图给我啊。诶，你不用带回去哦。啊，还是要带回去。回尾那么好，杀掉就好。还是要走回去，哇，好痛。发到这么痛。我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看里面有没有路痴，有。路痴一枚。嘣，6S 而已。并没有到六 L， 神剑我到底要不要踩？他在旁边走来走去，就是不踩他。哦 ，T 三。T 三，那好，把它踩掉好了，不然我觉得我会忘记。哇、哦，你怎么往这边？这个方向不太好。哇，失速死，太窄了，没地方跑。哇，我真的没地方跑哎、欸，这该如何是好？我觉得那个深渊要消失了，我冲冲冲！哦，没事，杀太慢了。T 十掉一张 T 三，
猛灌水。我也没有掉图啊，掉一张图啊，只掉一张 T3 不够啊。然后还有一个裂痕，我觉得看到裂痕我都会死掉，哎，死亡几率超高。超高的死亡几率。咦，可是这地形好像还好，只有两边有。另外两边是封起来的。可是这样我要找手很难找。啊，先踩掉。可以。跟打 boss 一样的感觉，我也是下乌拉吧，应该不是，这是什么裂痕啊？我看不出来，也不是乌尼尔多。哇，这是地形。都没有手哦，那我要怎么解？哎，没了。啊？托沃冰的哎，我怎么没看到那只冰的巨人？很难爆掉。只掉一片，一个裂痕掉一片，这样我要打100个一样的裂痕才有。一颗裂痕石可以打吗？也不对，有时候还没掉啊。金战加二，金战加二的盾牌。暗夜血气配失速死，欸，好像不能配，要召唤骷髅。哦，没了，结果是一张 T3 的图，唉。打白图错了吗？都不掉图。嗯？咦，我还没有别的图啊。军械库有路过了，长草遗迹我没有路过。
不知道，可是不是很想打，一半的经验值。啊，这最后一张。踢死云顶钟楼。这不会是什么空中花园之类的吧？云顶钟楼。诶，要走哪一边？我回去看看。也都可以哦。不要这样好吗？两边都可以走。这样很难选择诶。他不会刚好是在中间吧？还是是绕一圈这样？钟楼，哎，又是亡灵大师，哎，又是周寻命复活两个不化尸体，连接三次的，会不会太扯？诶，这好像不是绕圈圈呢，还是他是绕这边？我以为他会绕另外一边。如果是绕一圈那还好，不要绕到一半断掉，那头就很痛。再找两个，再回来开这两个，再来两个。不然要带着那两只好麻烦。他好像也不是绕一圈过来哦。这张图到底是什么地形？咦，跟得上欸。哇，有一只笨蛋。钟楼，所以它是一个四方形的嘛。我没事，自己吓自己。走位走得好好的，不要来打我啊！这应该是 BOSS， 我觉得。咦，不是，他 BOSS 在哪边？他已经绕一半了。
所以是在这边哦。这样刚好一半是不是？差不多。好，开个门，不然死了要走好远。这只 boss 叫什么？这中苍老君王。好吧，不知道是什么。不会吧，奇塔佛马德，我可以不要打吗？苍老君王是奇塔佛。哦，我的经验值。哇、哦，这张的网这么硬哦，刚好50%，死到0%，在吗？我有不祥的预感。为什么要忘奇塔佛啊？很烦呐、啊！哦，哎、欸，没事没事，还是他只是普通等级的奇塔佛，第一张等级的。打到一半血就死掉了。这叫怎么闪？呜、哦，没事。喂、哎，心脏。我这奇塔佛长得也太高了吧？这个钟楼那么高。走走，又打心脏，唉，很拖台前耶。欸，我到底打多少血而已，他就收起来。拖台前奇塔佛，你要去炸我又有图腾哦？你说我又有图腾，对那招有用哦？哦，十二。可我感觉心脏没打完啊！喂，比我想的还简单，哈哈！我以为死到没经验啊，所以这个应该只是第一章的奇塔佛。已经死到有心理阴影了，这喂。这张感觉地形还可以啊，王有点可怕。我现在只是打白土，黄土不知道 不OK， 而且我没有被他打到啊，欸，还是有。好吧，我没有被他打到很痛的伤害，没有挂掉这样。哦，又是裂痕，没有死在王手上，要死在裂痕手上。先清理一下怪物，应该不会到这么远吧？还是我把今晚再去打裂痕？捡不起来了。啊，门就放这边好了。这次应该有手可以踩了吧？可是我不知道踩不踩得到。200个，诶，还是100个？
200个欸，不能减半吗？我觉得100个我达成的难易度比较容易，200个有点难啊。我不要这样，刚出来就把我打死。欸，那流血哦。还要边躲敌人边找手，好难哦！为了踩个手死掉这样。右边应该没手了吧？往左边，结果左边也没有手。我再往右边，欸，下乌拉哦！你跟我开玩笑，下乌拉。一片下乌拉，欸，又是一片，好吧，专打一片的下乌拉，看来召唤不太适合打裂痕，还是因为我的伤害不够高。欸，我有开一个手，欸，还没有掉下乌拉，好吧，那就这样啊。然后我没录过图，应该长草我之前有没有录过啊？没印象，我查查看。然后今天差不多开到这里啦，然后我可能等没有录过图多一点再开 POE 了，先开一下其他游戏，不然看我那边打图一直死，应该也很无聊了吧。好，那今天就这样先收台啦。